我的名字叫张欢，我来自中国，我现在住在一个 homestay， homestay， 我们可以用英语，每天都用英语交流，这个非常有助于我们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。其次，住在 homestay， 我们可以认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的机会。在国外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提高我们的语言水平，它还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不同的文化，去了解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的背景。目前我正在 AOT International House 学习英语课程，但我以后可能会在大学里面去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。